君侯当真不惧割肉刮骨之痛？如情一致，我自有化解之法。好，上手术。第一步，切开伤口。气场，退役。是。第二步，扒开肉肉。取我兵书。妙啊！第三步，刮骨去毒。君侯，要是太痛忍不了，就算了吧。什么痛？我这是吃螺蛳粉烙的。翻腾沸水如血红浪，陶碗盛来似烈酒，闻之鲜香扑鼻，入口酸爽劲道，乃辣中之绝味，如麻中之赤兔。食后顿觉舒筋活络，神清气爽啊！好欢螺螺蛳粉，够辣够爽。先生真乃神医呀！哈哈哈哈。